情依然看开面上的有爱就有春天，放手才知滴着会较多天气陪阮过。现实的社会，希望随风在飞，不免惊有偌多花，提勇气看会起家己。日出日落，用双手甲阮照顾，有希望就有快乐。花开花落，莫放过，幸福的回来阮身边。日出就家里的家了，这感情真是我妈妈的名，爱华。我唔对，这是你妈妈的名。哥甲我讲妈妈的名，佮甲我讲少侪少侪妈妈以前的代志。不过我听讲，我甲妈妈的感情。就无好诶，因为一寡代志，我足讨厌伊诶。大概看到伊哦，我会骂伊，甲伊冤家。爸，我敢真正足讨厌妈妈。甲方讲诶无毋对，你确实真无介你妈妈。我真正足讨厌我家己诶妈妈哦。不过，我对以前跟妈妈做伙时的所有代志，都无啥物印象啊。听哥安尼甲我讲哦，都参像你听别人故事同款，一点仔感觉拢无咧。小英。你拢袂记爱我的代志啊？袂记讲以前你是安怎伫咧冤枉你？假使讲爱我，若是会当当来遮，我相信咱一家都会当团圆生活。爸，我问你一件代志哦，为什么妈妈无甲咱住做伙啊？是去倒位啊？若是伊会当转来，无听到，我会想到以前的代志啊。妈妈到底去倒位啊？姐，我嘛不知爱华伫个倒位，我嘛免甲你讲爱华离开。
是你小英逼伊走的。李白，宋经理，这是我们跟高尔夫球场餐厅饭店签的合约书，您弄尽管意，干来好不走。是，做得真好呢。多谢宋经理。是，我知影你想要甲嘉宾的代志放互袂记，所以才无眠无日在做事。啊，毋过再讲，公司是真愿意参照你这种这么拼命认真的员工。啊，若再输嘞，身体毋是过去呢。我希望你若有时间哦，都爱加休困。你唔通袂记诶，身躯边还阁有真侪真关心诶人，莫让即个人替你咧烦恼，好无？我知影啦，都要做给你诶关心。若无什么代志，我先去无闲啊。哎，等下。是，我听讲你伫咧找恁客户汪爱华，是毋是有即件代志？这段时间，你跟恁亲生老母应团圆啊，人伫讲食果子拜树头，所以你想要跟恁客户找回来，这是你的一片好心，啊嘛是应该。啊，不过我无希望这件代志造成你的困扰，所以我一个想法，我伫想讲国内外的人民，我真看是毋是会当替你出淡薄力。安尼咁好，那是家己人，莫跟我客气，我知影爱安怎做。好啦，阿婆你先去无闲，嗯。宋经理，那恁这个代志就麻烦你啊，真多谢你。最近怪怪呢，你今仔来甲人家共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的时阵哦，你压力真重啊，足认真的哦，啊，透早就上班，啊，人下班啊，你也未下班，啊，有时啊假日搁咧加班，啊，是安怎？即阵啊，时间未真够，就看时钟，啊，就要来下班，啊，就走甲无看的人，三更半暝才有倒转来，嗯，啊，即摆出来来共上班，啊，搁咧度孤，哎，你做头呢，你还做不成呢。惨啊！妈已经咧气坏去啊！要不我提早下班去找小英这件代志，千万不要让妈知影。啊！妈妈咧甲你问话，你咧吃鲜贝，你安怎你就讲？啊，就安尼啊！我是有当时啊出去放松一下心情咧。你嘛知影公司业务遐尼啊多，跌到我根本袂喘气的，所以讲我拢提早下班啊出去散步啊休困一下，哎。这不是你的个性，你是我的囝，我是你妈妈呢。你想啥，我也不知。你一定有心思在给我温暖，到底是安怎啦？无啦，哪有什么心思？你想伤多啊啦。嗯。你看，你看，下班时间到啊啦。你看，你看，你搁在看时间啊？你袂用得出去，你绝对有啥物代志啦？你安尼妈妈会烦恼呢。妈，你放心，我无啥物代志温暖你。你想伤多啊？他母仔囝有啥物通温暖嘛？我哪有啥温暖你诶？我真正是工作压力伤大，所以金凤仪，岳峰诶，遐物仔着去咯，行为伊甲我约好啊啦，我们要去啉咖啡。啊？你会甲伊去啉咖啡？嗯。是啦，金凤仪，我找着一间哦，足好啉诶咖啡厅，要参岳峰斗阵来去。
啊，不过我等真久，伊拢无来，我想讲大家找伊啦。啊，是安尼哦。嗯。哎呦，啊，我想伤济，啊，想操烦去啦。本来就是你想伤济啊。好啦好啦，啊，该要去，等就进去哦。好好好，进进进。不要你吃，别想伤济。啊，我下当做囡仔，啊，吃饼。两个就带要去啉咖啡，安尼嘛好呢。啊，我本来想讲甲芳无喜欢，我甲看看哦，秀清袂歹呢，体贴阁温柔，阁遐尼爱甲芳。迄阵因爸爸咧甲强迫的时阵吼，啊甲芳阁唔肯。啊，其实我迄阵想讲，若带小英，怎甲想倒转来，还有影呢？啊，袂叮当。那娶到小英，这世人是派一个包袱啊呢，也是娶好脚好手的，做爸母的较放心啦。小姐，多谢你呢，若不是你伫母妈面头前哦，讲白贼替我解围，恐惊我会甲所有代志拢甲母妈讲。这也无啥，免客气啦。只想为你做点什么。啊，你不是要去找小英？你肯去啊？小英，当初我爸会爱我跟你结婚，我当初就跟伊讲过，这对你足无公平。我本来以为讲你跟小英的关系是敌对，想不到你。其实，当初阿俊提起咱的婚事，我一开始也有点迟疑。那个时阵，我对你是真心想呀。可是跟你相处久了，我发现我对你是认真的。小姐，当初我爸逼咱两个结婚，我就知影这对你真无公平。啊，若小英，我是自细汉甲伊做伙大，后来当我知影伊有甲付出牺牲遐尔多，我真正互伊感动。我才逼我家己一定要甲慧玲放下，接受伊的感情。啊，你对我的心意我了解，我真感谢。不过我即摆心肝内只有小英姐，啊，这点请你也谅解。还有，我嘛希望你莫阁浪费时间伫我身上。伊的条件要找比我较好的查甫人足多，所以我真正无代替你安尼做。压力。当初你甲慧玲斗阵时阵，小英也是选择默默守在一旁。起码我完全当了解伊的感受。这一切都是因为爱啊！时间也无早啊，咱莫搁讲啊，你紧去找小英啊。要不你？紧去找，我无代志。多谢你。即马上山甲风的人是小英，我无代志啊。萍水相逢，水淹酒后。自己看看就好，日子日落，用声唱到阮唱到，有希望就有快乐。汪爱华小姐，你好，我是袁晶晶。你收到一封 email， 是我发的，有一挂代志，我认为你必须要知影。那是关系到徐小英的代志。小英即摆状况是需要搁较亲的人伫伊的身躯边陪伴伊、照顾伊，那呢伊的病无得卡就会紧好起来。所以我认为这个亲人就是你。我希望你再次看到这封 email， 会用赶紧转来小英的身躯边。
两爸，谢谢哦。生的拢现捞啊呢，哈，看下有需要哦，再过来，来，多谢啦，谢谢。谢谢啊，拜拜。来来来，上车的遐现捞啊，来来来。来是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听讲哦，你亲亲妈妈爱华姨，真有可能要回来哦。真正哦，妈妈会回来？是真实啊。爱华妈妈诶。对啊，小英，阿兄最近哦压力有较大，敢会陪阿兄来海边行行，轻松者。嗯。三郎，我甲哥要去行行诶，替我甲物件收收好无？谢谢哦。好啦，恁去啦。哥，我妈妈刚真正会回来，还是回来，敢会想我？我是不是应该是要一束新衫，到时哦，甲伊设计林嘉宾，真期待嘞。我相信爱华阿姨一定会回来，我嘛相信伊若回来了，你的病一定好了足紧。嗯，阿哥，嗯，带个足球你会踢哦？那是你小迷糊忘记了。我记细汉时阵哦，咱只要有闲，我就带你去公园踢球。不过，你运动神经有较歹，见摆个球哦，拢踢去歪去。嗯，敢是安尼？我运动神经真正遐硬歹。你袂记袂要紧，等下咱来踢球，反正踢咧踢咧，你有啥物代志拢记起来啊，好不好？好啊。给。喂，爸，我是甲风啦，爱华阿姨回来哦，伊即马正在讲迄海边啊，你紧过来。真实的哦，爱华回来啊，爱华阿姨真正回来啦，惠弟你紧过来就对啊。哦，好。哎，这个，你别走啦。林平阳没安怎？三龙啊，拍戏，囡仔有毛你顾者，我带一个念回来，好，拜了。不是啦，这个，这样，我不要过啦。哎呦，你真是等啊！你等我，我今麦随便催你。想袂起来，王爱华这个名，我一点仔印象，啊，不过真正想袂起来。小英，爱华，爸，
我跟伊讲哦，永远袂看到你啊。我跟伊讲哦，甲方拍电话，我是伫咧骗我。想袂到真正是你，你敢知我真想你？想袂到，我阁会当跟你见面。我知影小英的情形了，我就不甘。我嘛知影。你为着小英心肝内一定真艰苦，托人，我足想恁的，我无顾一切回来找恁，我希望会当陪伴你甲小英渡过这个难关。其实妈妈，我的感觉就怪怪，啊，不过我就是想不起来。爸，这个人敢真正是我的亲生妈妈？是啊，伊是亲生你的妈妈。小英，啊，你咪期待讲要找你妈妈，但你妈今嘛伫你的面前啊。小英，你是妈妈的宝贝，妈妈知影你的情形了，无过一切回来找你，妈妈就想你，妈妈就想你。好啊，你即摆就出去死，以后拢无我看到你。这就是你送我上好的礼物，别计小的查某。小英。亲生妈妈，是啦，爱华阿姨真正是你的亲生妈妈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？唔对，你搞骗，这个人无可能是我亲生妈妈，是害死我妈妈的凶手。萍水相逢，虽然就好，娃娃世界看看就好，日子日落永相。这个人无可能是我亲生妈妈，是害死我妈妈的凶手。小英啊，小英，你变人已经唔是家己妈妈啦。无可能，无可能是我的妈妈，伊是凶手，把伊是凶手啦。阿公，小英哪会变到安尼啊？咱这么用心，让因母仔囝两个人团圆，结果煞变安尼。我看，咱先来转好啊。紫薇代志到底是咩办啊？伊若继续调走落去，真可能出问题。文良，伊够我三天时间尔，三天若过，我若处理无好势。你一定要对付紫薇。大人，代志大条啊！什么代志？咱进前乌色的徐委员已经被警方收押了，真有可能甲代志全部讲得出来。还佫有，我收到风声，林淑洲已经摕到搜索票，马上就要来咱家。咱即马到底要安怎？当然，咱公司银行账户去用警方冻结啊！
点要徛伫遮，今日所有代志分掉，若分袂掉的，我走走。是，是，紧嘞，紧嘞，动作紧。诸位，怎么样？报告队长，徐委员已经招工了。关于创华会馆如何贿赂环境评委，以及眷村开发案，全部都说出来了，我们也记录起来。嗯，好。小欧，搞委员暂时休啊。是，把他抓起来。诸位，证据齐全。我们搜索令拿到手了，各位，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创华会馆那些家伙全部抓起来。队长，这次任务的负责权可以交给我吗？我要亲手将那些混蛋给抓起来。诸位，对不起，你不能参加这一次的行动。为什么？你是周广达的儿子，我在帮你避险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这一次任务出了什么事情，你会成为标靶的，大家警觉。各位，队长，这次任务我一定要参与。周广达不是我父亲，我们在法律上没有亲子关系，你也知道，我绝对不会认这样的一个父亲。队长，你让我去吧。好，我让你去。不过志伟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答应我事情。不能包庇周广达，不能放他走，你可以答应我吗？放心，我一定会亲手将他绳之于法。相信你的兄弟。各位，这次行动由自我带队，一定要把创华会馆那些家伙绳之以法，一网打尽。是。这是搜索票，我劝你不要妨碍公务。哎，你们到里面看看。喂，里面不可以进去哎。小姐，你们负责人在哪？抓跑了吗？其他人都已经走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看着现场凌乱的一切，就知道他们早已接受消息绕跑了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是搜索票，你不是大律师吗？这都看不懂啊？搜索票要怎么样？你们就可以在那边乱搜索吗？我是这里负责人，你们带头是谁？当然是我啊。太好了，本来以为这次任务会无功而返，没想到最后关头竟然有条大鱼游过来。既然你现在是创华会馆的负责人，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，接受调查。大总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律师哦，你们抓我是没有好处，我可是会告你们伤害罪。太好了，既然你是律师，待会我们就不用花时间等你的律师过来，我们马上就可以进行盘问。还有，这次我们的任务是要抓创华会馆的负责人，你等着为自己辩解吧。哼，你们给我等着瞧，我一定会为自己辩护的。等到我被无罪释放，我一定告了告死。亚洲，亚洲，放手！张文亮，这份资料是柯议员提供的。伊讲你就是这摆眷村开发案的主谋之一，你是律师诶，知法犯法。伊赶紧讲，你是乌色业环评委员，没有列开发案，顺利开发掉。这样代志，那我可能是我错。你们就因为那个徐委员的片面之词，就认定我是主谋者？你这些警察，脑袋秀的也应该有个底线吧？那么今天如果有人说那个徐委员才是真正主谋者的话，你们会相信那个人说的单方面支持
就要把他判刑吗？嗯，我真的佩服你，虽然现在心里面慌张得很，可是却可以很淡定的推脱一切自己所犯下的罪行。不愧大律师。总之啊，你们那些污蔑我清白的证据都只是那个徐月圆的片面之词罢了。况且我跟那个徐月圆的交情很差，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物证可以证明我是主谋者的话，那么你们就没有权限可以逮捕我，我反而可以反过来告你们妨碍人身自由。到现在都真的搞不懂，为什么岳峰大哥跟心仪会有你一个这样的弟弟，唯利是图，绝情绝义。苏乔之前不是跟你交往很久了吗？他对你这么好，但你却可以为了一个千金小姐而抛弃他，真有你的。张文良，萍水相逢，随缘就好。娃娃世界看看就好，几次几度用心想甲阮情浓，有希望就有快乐。张文良，佩奇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苏乔是你女朋友，还有眷村开发案。你竟然就贿赂别人！你不要听他们胡说，他们只是为了要套我的话，什么歪理都说得出来。反倒你啊，怎么会来这边？碧轩刚刚打给我，说公司出事，你被警察带走，所以我才赶过来找你。所以你是要把我出去的吗？哎，这位小姐，对不起啊，他有嫌疑在身，所以要继续审问，不能让你保他出去。是啊是啊，时间还早哎，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聊。来来来，坐。啊，佩奇，我还要在那待一段时间，你就不用管我，先回去吧。你不要给我转移话题，说，你跟苏乔是什么关系？我早就怀疑你们两个一定不是表兄妹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哪会骗你啊，亲爱的老婆。他们在查案，我只是在辩护我的清白。有什么话回去再说，先回去好不好？好，我去查个明白。等你回来，必须要跟我交代清楚。苏乔，那个警察说。不是文良的表妹，你是他以前的女朋友。那个警察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？这些一切都是文良做的吗？没错，我就是文良的前女友。他当初就是抛弃我，跑去跟你结婚的。我那时好恨他欺骗我的感情，所以我才故意设局进入蔡家，就是为了报复他。之前遇到了一些事情，像是他说有个阿香的人想见我，还有他带我们去野餐，被你撞见的那个晚上，他跟你说是为了要摘花给你才会摔倒下去的。但是这一切的一切。全是他骗你的。我当时进蔡家，就是为了报复他，因为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、一无所有。我一定要看他这样，我才会开心。可是后来我遇到了燕婷，因为燕婷对我的好，让我觉得我对文良没有那么恨。他所做的一切。所有的仇恨我都可以放下，我也不报复他了。
真的没想到，本来是一个这样子的人。我既然爱上他，我还跟他结婚，我。Vicky。小英的弟弟对我也是有真深的误解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涛啊，哎呦，张哦实在对伊较歹势啦，小英哦伊就是这款病啦，伊哦定定哦今仔做的代志哦，明仔载就随便去，所以哦伊安尼张家安尼家己讲一寡啊有诶无诶。你都莫看人心肝来，哈！我了解，小英是因为病情影响才安尼，不要紧。小姐，董事长，哦，你就要庆祝哦，你找到小英妈妈，我去参加潘家菜，要给你打菜啦。安尼哦，哎，啊，边仔这位阿姨应该就是小英的妈妈哦。是啦是啦。你好，我是三郎啊。你就是三郎哦，张土老提起你，你才能照顾小英。真感谢你，阿姨，你妈你个安尼咪讲啦，我系歹势，无要物件囥遐多啊。哦，好好好。小英，啊，你也唔知是安怎，身躯安尼烧烫烫，安尼发烧安尼。是啊。哎呀，囡仔上惊是发烧，若严重，都要赶紧带去医生看。我问看卖咧。你个垃圾就莫名扬啦。小英啊。你明仔用这款态度跟你妈妈来讲话。妈妈，你这不是我妈妈嘞，你是害死我妈妈的凶手啦！你明天点名听，你给我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！小英，小英，小英，我是妈妈，出去，出去！小英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哈，你安尼还佫有讲，啥物是一个杀人凶手？伊是恁妈妈嘞啊！伊安尼为着你无顾你，一切地方倒倒要照顾你，你还佫对伊安尼？是啦，小英。火气莫遐大啦，哈！连你嘛替伊讲话哦，你嘛跟我出去，你嘛跟我出去，是啊，你嘛出去，哎哎，小英，你嘛出去，哎，小英，小英啊，哎，小英，我快出去帮忙嘞，快点啊，小英，小英啊，快点，小英。萍水相逢，随缘就好，花花世界看看就好，日子。小英，哎呦，小英哦，伊不是故意的啦，伊的病啊发作起哦，就是安尼啦，哈。我了解，啊，不过小英家己关伫内底，伊心肝内一定真艰苦，你也是赶紧入去甲看下者。小英啊，小英，你开门啦，你听爸爸讲啦，哈。小英，你紧开门，我爸爸入去啦。小英啊，爸。然后，爱华姨，三宝，啊，恁在哪里外口？哎，算唔小英哦，病阁发作起来啦。伊是讲哦，爱华哦是一个歹查某啦。啊，我只安尼甲讲尔，啊，阮就规个拢去好出来。我看你无往你里面讲去。好，爸，爸婆我来啦。啊，妈你。小英，小英。我是阿爷阿峰啊。峰，是哥。好啊，啊，不过，敢若阿峰下面来，你其他人袂用你来，知无？好了，好了。你即马陪阿兄出去行行，散步者。
惊惊的哦。好啊好啊，啊，不过我无想要看到迄个歹查某，别替我甲伊赶走了。好，爱甲你保证，等咱出去散步回来了，你就袂看到这查某。好，嗯，爸娘，咱先来庙拜拜。去庙拜拜哦，好啊好啊。嗯，好。这间庙吼，足灵性诶！这间庙主神叫六福三王公，我就是伊诶保庇，才会当我搁一摆找到你，甲你见面啊。有啦，我有印象，就是三王公甲咱斗三工，我才会用搁找到你。小英，阿爷要甲你讲的是，爱华阿姨真正是你亲生妈妈呢。你即摆安尼啊，讨厌伊。那是因为你的记忆还未完全恢复，你知影吗？在我印象中，伊就是一个歹查某，所以哦，伊就是一个歹人啦。你莫阁讲。好啦好啦，无咱先拜拜，吼。请三王公会当保庇小英的病赶紧好起来，而且会当甲伊亲生妈妈爱华阿姨好好。那个歹查某，不知影是不是已经离开啊？明日我要把伊赶走，我一世人都无想要看到伊。小英的病要慢慢好起来。原本我想讲，小英会了解我的苦衷，得到伊的谅解。啊，不过即摆这个情形看起来，我唔知影，我应该留落来，还是爱离开，对小英才是上好的帮助。爱华，你想要离开哦？袂用的啦。你安食无简单，才倒转来我身躯边，咱一家才想要团圆尔。我绝对袂用分散。托啦。爱华。爸。爸。老公。你好。小英搞倒来啊。啊，伊毋是甲你做伙出去？是啊，阮两个做伙去庙拜拜，什么我磕一个头，我一身都无看的人，安怎找都找无。我真了烦恼，万一若发生意外，啊，哎呀啦，安尼就惨啊呢！赶紧啊，这也要定定有这个记录啦。但最主要，咱嘛是要赶紧找人啊！紧来，我来倒找。我跟你做下来。哎呦，你不要离开，你一定要当厝的，伊还佫有囡仔咧。啊，你莫当遮，啊，万不离小英若当来面哦，伊若当来，你莫随拍电话甲阮讲啊，吼，你当遮顾囡仔，哈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娘，谢你哦。内底路是倒一条啊？安怎啦？我哪想都想袂起来。只有两条路，应该是这条无唔对。小英，小英，你是对啊！你给我爸拜托了。你茫让人出代志吼，帮我拜托。小英啊，小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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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，这么自己想找路，小英一定选其中一条。完了，咱分开找，啊，若有找到，用手机啊互相联络。好啊，好啊。这几天哦，到下晡来哦，拢会上图。啊，万不能上图的时候，看小英要安怎倒啊。我看哦，无啥物，咱对这，然后。
无你对爱找，好，小英，小英啊，小英，你绝对不会我代志。长江望来，丢了，丢了我，你真正要死。我若真正遐尔阿姨哦，我就请阿舅清算伊。你真正是戆草囡仔呢？ 我们能活到现在，其实周广达救我们的。要不是周广达，我跟立春不可能活到现在。见到兄弟，好好在小燕前面，敢问你拜托。可怜伊这个吼，剩无偌济力气的老大人，替伊哭痛甲好，替伊带小青哭无。不要骗我，你不会回来的。 感情世界自信难找，因为有了你，无处可逃，风沙滚滚，你就是我的城堡。萍水相逢，水烟就好，花花世界看看就好，明知设置头上一把刀，谁能抗击左拥右抱？ 相逢有你就好，感情世界自信难找，因为有了你无处可逃，风沙滚滚，你就是我的城堡。